迎三位，嗨，早晨，大家好，多谢阿陈伯咧，就将佢嘅新歌咧俾我哋叱咤乐坛首播，仲喺今天咧即刻上嚟介绍，带埋两位有份参与嘅音乐人，你介绍下佢哋啦。系呢位我身边嘅系 T-Rex 啊，今次嘅填词人啦，而我身边左手边嘅就系 Noble Fergus， 就系今次第一次同佢合作嘅 rapper 啊。rapper Noble Fergus 嗱，继上一次陈柏宇有我嘅嗰种陪伴力量之后咧，我哋阵间首播俾大家听嘅呢一首叫做《坠落》咧，又系另一种力量。不如先讲你哋嘅想法，你哋今次想发放出嚟嘅系乜嘢咧？我当其时形容俾 T-Rex 嘅其中一个影像咧，就系好似一个即系一个着咗火嘅城市里面，咁跟住嗰个主角就系即系成件事好动漫片头歌嘅 feel 咁噶。咁跟住就即系点样喺个着火嘅都市里边 maneuver 咯 ，survive 咯，但系唔喺我嘅感觺裏面咧，就唔係 represent 好多emotional state 嘅，即係佢唔係有好多 anger 啊，唔係好多即係嗰啲咁嘅嘢，反而係有啲好似即係嗰件事係咁，就砌掂佢嘅感覺喺度嘅。但係你幻想個背景就係一個著咗火嘅城市咁咯。嗯，我哋睇好多嘅漫畫啦，甚至係電影啦，或者未來世界都有嘅，著曬火，跟住啲飛機咧係當時嘅交通工具嚟噶嘛，就是、穿梭嘅城市。在一個 metropolitan 即係一個大都會入邊，總之咧下邊呢啲人就逃跑啊咁樣嘅，咁我暫時就 get 到係呢一個畫面啦。咁 T-Rex 當日你收到呢一個嘅 briefing 啦，所謂係咪？你嘅想法又係點嘅咧？嗰陣時我聽嘅 demo 已經係好有畫面嘅啦，因為成個編曲啦同埋個曲啦，其實好清晰咁話俾我聽首歌其實就係亂啊，係啦，想講啲乜嘢咯，係咯，大概係即係加埋阿 Jason 嘅 briefing， 咁之後我就嗰陣時寫嘅時候。都正值係即係睇唔少本地同埋國際嘅新聞啦，都世界都好亂啦。嗰陣時應該係爆得好勁啦，嗰個疫情係啦，咁所以就見到咁嘅情況，都置身於咁嘅狀態，咁其實就都寫到嗰種，即係都會想寫嗰種感受出嚟咯。再加上其實都係啦，都係呢個。呢樣嘅內容咧都係，喂，但係咁我又想褪翻前少少啦。阿 Jason 點解又會想寫呢一個 topic 嘅？想寫呢一個 topic 哦，咁係同因為隻專輯個編排係個鋪排係有關嘅，因為喺專輯裏邊其實佢係 play 一個成個專輯咁計啦，佢係一個有時序，即係背景，然之後 happening 跟住 result 嘅感覺喺裏邊嘅。咁而墜落呢首歌佢就係play 個 happening 咯，咁就攞咗呢一個 visual 啲嘅感覺去做呢一件事咁啦，其實就係咁。所以就好有畫面或者好動感地。動感係啦，動感動感。我又唔想講力啊，頭先我講力量，其實係動感係居多嘅。我諗我同 T-Rex 最大嘅分別係佢嘅感受喺呢一件事裏邊就直接已經寫咗喺個歌詞裏邊啦，佢所有嘅形容詞啦。而我對其實好多事物都唔係用感情去行先嘅，反而我係用即係我覺得理智地係應該點樣做去行先嘅。所以對我嚟講，嗰件事就係好似唔係想佢有即我嘅 representation 就唔係一個好要去個 L 字係咪粗口嚟㗎？喺呢個情況底下，嗰把聲。是不是玩弄的聲音是不是算不算的其實玩弄我們明白了、哦、玩弄的聲音或者調教你的聲音是就不是調教我的聲音即是刻意去調教我的聲音去唱一些即譬如說可能一些 emotional 一些的東西、是很 straightforward 的一件事來的即這個就是反而是對我來說那種不是受情緒影響的力量、哦、你好像有少少抽離和冷靜地去面對呢一個嘅亂放啦，所謂啊，係啦係啦，即係用最理性嘅方法，同埋最又唔係 positive 嘅，但係你個 mindset 就係 to get it done。嗯，我要搞掂佢。係啦係啦係啦，我要擺脱宿命。係啦，但係就唔係話咩 positive 唔 positive， 有一種憤怒，有啲落淚，唔係嗰啲嚟嘅。OK， 聽到嗰種 straightforward 嘅，但係我睇到阿 T-Rex 嘅歌詞，其實佢已經描述得好清晰嘅啦，全世界已跌入猛火，奮力
隔挡也没结果。咁而交到去 Jason 把口咧，佢就系佢唔会慨叹也没结果嘅，佢真系 straightforward 话俾你听，嗰个状况而家系咁样。嗯，最尾四隻字擺脱宿命，跟住去到 Noble Fergus 度啦。你當我聽 demo， 即或者我哋陣間不如播 demo 俾大家聽啦。其實係未有你嘅 rap 噶嘛，係咪啊？有，都已經有噶啦。有咩啊？我哋而家講咩啊 ？Demo 未有 demo， 唔係 demo 係有 rap 嘅部分喺度嘅。啊，但係就唔係 Noble Fergus 嘅 rap 嘅，係啦係啦。是。咁你收到嗰陣時，你聽到第一下，你要接收，你要去 rap 翻成個態度出嚟噶嘛？你當時嗰個想法係點嘅咧？當時就是直接寫咯，即係我係用翻 rapper， 即係用翻我自己身份。角度出發去寫翻咁樣，跟住咁大概知道嗰個感覺就係墜落咁樣。咁但係我嗰段都係主要講墜落嗰陣時，但係係有希望嘅，唔驚嘅嗰種態度咯。啊，頭先 Jason 就話佢好 straightforward 地去演繹嘅，你咧，你有冇帶住 anger 甚至任何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冇喎，但係有少少即係我就係唔驚咁樣嗰啲 feel 啊。哦，過嚟啦！係啊，嗰種啊，好行喎。墜落呢兩個字係一早已經有定係？定是 T-Rex 你加上去的，好像是我加上去的。你寫的是的，我加上去，因為我想寫的那個狀態就是墜落去，是的，就是說要跟全世界一起跌落去，那就跌落去，那你跌到最盡你才會見到那個出路的嘛，是的，你都阻擋不到其實。當初 Eric 給這個 demo， 還是 Jason 一起跟 Eric 去選這個 demo 出來的？一起選的。一起選的。這首 demo 吸引你的地方是它本身的 energy 咯，其實個 demo 同而家個製成品，製成咁都當然都真係有一個距離喺度嘅，唔係，但係因為佢嗰個感覺好清晰啊，即係同埋佢本身已經有佢自己一套嘅編曲，又有翻一啲即係 guitar lines 啊，即係有一種嗰種 rock 嘅band sound 嘅味道，其實已經係存在噶啦。咁因為本身已經有呢一種嘅題材喺個腦裏邊，所以聽到個 demo 嘅時候就更加覺得佢係適合而可以發揮嘅，咁所以就攞咗佢嚟用咯。呢一部分咧，好多謝你哋俾 demo 我哋，因為有樂迷咧都話好中意呢一個環節啊，因為佢哋可以去比較啊，究竟原本你哋揀嘅時候到真正嘅製成品 level up 咗幾多，或者係改咗個面貌幾多。叱咤乐坛继续陪你热闹乐坛，即刻 like share comment， 再喺 YouTube 揿着个钟仔订阅啦！想随时随地听翻精彩节目内容，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